关注。找钱呢，谢谢风清哥，我再找100块钱，然后等会儿点碗粉，买个肥宅快乐水，你们知道我要喝肥宅快乐水我才舒服一点，能买包烟。好，他的从来是黄小虎的从来吗？不是的，是的。黄小虎的声音挺像的，肥宅比红牛好，为什么？你们怕我长胡子是吗？他们天天说我长胡子了，其实就是因为我爱喝这些饮料。这么了，老师说我长胡子。我还挺能睡的，我感觉 我睡了整整一天了，加你们微信上。男人就是要不能怂，不能怕，怕了你就是肾虚了。谢谢情绪哥哥。男人就不能说不行，男人肾不好就要喝肾宝。我不是打广告啊。彼此都没一次就没有理由分开，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。你可以试试加我呀，你要试试吗？但是从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，要多久之后才会明白。嗯，没事，你总会加的。出去微商不是，我昨天没说啊。我说我在找100块钱买早餐。哦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只求乐沽振兴水。我自己来摸一摸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几经路过真心碎，这主要是押韵嘛。分手以后我可以刷，但是不能加，好高冷哦，这样子你不觉得显得很高冷吗？诚实的去对待，好有文化。是有一天有个人进我直播间，然后就对我说这句话，那我就觉得哇，好屌爆了，经典。我要拉霸去，反正拉霸都赚的，却不能保证他的成功或失败。我起码浪费了20-30个娃娃，真的不值吧。因为我无所谓，我又不是娃娃7块钱一个的，我可以回游客币啊，让他们中奖呀。原先记得这些个什么，有些主播你看他都 不回礼物的。就能无瑕疵的爱始终。这个人中什么了呀？
欢柠檬先生，你才不是，我才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年轻人记着二三十个娃，你这二三十个娃多少病啊？风清扬都看你的了。你看这个气候的吧，这个气放的，是不是？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，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。这首歌我也喜欢，这个也是这箱子给你装的，我把你把它拆掉了。这箱子给你装的，关键宝贝儿。梦里醒着醒不来的梦，浮现没被染尽的梦，所有气息剩下疲乏的痛。那就双吧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你就刷贝壳，我还刷猫呢，我就知道关会出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虚荣不痒不痛，乱世头昏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逃荒终于有始无终。这版本真的超级好听，这版本对有始无终，美味的红如一生上的梦，灌出了。昨天我是真的不想看他们中奖，所以我就决定走了，看到我就烦，虽然我没填了，所以我就是看到就烦。我知道灌出，但是我没必点。说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很惨。昨天烦什么？你昨天什么都没中吗？人中了一个冠呀，我不是，那是前天的事情了。你昨天中了一个什么鬼来着？你昨天什么都没中啊？昨天好像没中啊。我都跟你讲了，直接充一百万，600块钱一百万是吧？但我是7万中过铃铛，所以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，因为你没有币，所以你不敢点嘛。你要有币的话，你就敢点，敢点就能够容易中。就是因为没币，所以我们点不了55个冠。我们要是这时候你有10000个铃铛，你就愿意去点55个冠，那你就还能再中。所以为什么有币的人他就越来越有币，一直中一直中；没币的人他反而就是点不中，点不中，就是因为你不敢点呀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有100万币，我就会去点100个冠。我就是这样很亏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样真的超级亏。哇，这个喷气飞机，我以为要送的是那个，我要送的是全站的那个。
嗯。